因为演员还是彼此很尊重的、啊，所以他还是会看似是那个位置，但是有滑到旁边这样。然后我想说，嗯，其实好像可以有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因为让我们给他爱，给他幸福。总有一天，你们都会被拯救。满七色的七色的做金钟奖的人，擦澡确实是。因为演员还是彼此很尊重的、啊，所以他还是会看似是那个位置，但是有滑到旁边这样。然后我想说，嗯，其实好像可以有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画像有，自己很久在那边。我确实是没有被别人擦过澡，幻想大概会是六七十岁那种。没想到这么提早就经历了，以后我也会挑一个就是这样类似的疗养院。但是我很感谢导演，因为导演跟我都是男生，所以知道男生的进程大概是怎么样，所以就会从呼吸急促啊，然后到最后，就是你看到一些七彩的云霞的时候的那种反应是什么？这样子，我很感谢，就是导演陪着我走那一段。短短的几分钟，但是 ，you know， 是导演高姐其实跟姚淳耀对戏，有个让你印象深刻的部分，两个在咨询的时候，其实我蛮想把他就是绑起来。SM， 他毕竟是教主，因为他坐着，我就直接坐在桌上，把我的胸往前倾，然后他就可以看到我的内部。我他羞涩，整个进去了，怎么样？哇塞，而且那个背肌，然后整个线条都是非常厉害，而且是由我本人没有替身，嗯，骄傲，这真的需要经验哈，嗯。我们几乎拍了一整个礼拜的激情戏，会破皮吧？要怎么样的床伴？床伴？是怎么样的床伴？是一个温柔的人哦，像个机器一样。嗯，我觉得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温柔的机器啊。毕竟一个礼拜，不是常人能干到的事情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。这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，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。